你这个后备箱太难打了，两下，连摁两下。哎呀，我也觉得我这后备箱可费劲。这是老卡买的东西，你给它退哈。那这玩意儿用不用拿掉啊？这玩意儿不用。这是以前邮的啥玩意儿吗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来 shoppers 退那个小卡给老卡亚马逊上买的东西，一个下水管房车用的太短，还有一个稳定器没什么用，就给它退掉。因为我是亚马逊的会员，可以30天之内退货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排队，邮局还排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来退东西来了。然后他排队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现在我知道为啥了，因为现在一都是网购，都是网购，网购完了之后再退呀、买呀什么的都，所以邮局就比较忙。然后为什么选择来 Shoppers 呢？是因为退完东西了之后，我还打算看看 Shoppers 买一个防晒霜。因为夏天了嘛，我是属于一年四季几乎不怎么擦防晒，但是一到夏天了之后必须得买一瓶，想起来就涂一下，想不起来就那么地的一个人，所以我还打算来 Shoppers 买个防晒。买哪个了？决定我打算买防晒，因为这个不能说是便宜，就是我对防晒吧要求也挺高的，因为我发现那种防晒吧它经常辣眼睛，我只要一涂防晒了之后我就开始辣眼睛，我就开始哭。嗯，所以呢我就对防晒，因为我发现我用过贵价的，不用过便宜的，那个所有的防晒都辣眼睛，所以就打算买一个这个试试。这个我感觉在加拿大还算是稍微有名一点吧，夏威夷的超市货。而且这个是 oil free 的，我估计它应该成果挺快的，所以应该不会辣眼睛。就算辣的话，反正也挺便宜的，给老卡用也可以。好，看看这个是玉兰油的眼霜，这个才31.49块。是啊，打折便宜10块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店，换了一个沃尔玛，因为我发现 Shoppers 卖的贵。这个相同的防晒霜这块才卖11.97块，然后在 Shoppers 的话它卖14块多，所以我们就跑到沃尔玛来买了，还是相同的防晒。我自己比较，因为我自己对防晒要求比较高，就是它不能辣眼睛。然后我试过便宜的，试过贵的，那种所有的防晒霜都辣眼睛，到现在我也没找着一个不辣眼睛的防晒霜，所以我就打算买这个试试。这个是我原来一个白人同事推荐给我的，他说这个牌子的防晒霜还挺好用的，而且特别便宜，我就想说买一个试试呗，管他呢。好的。而且尤其是现在戴口罩，所以只有出去玩的时候才用。它是 oil free 的，就是里面不含油脂的，我觉得不含油脂的挺好的，要不然敷脸上也挺难受的，所以我买一个这个。然后我还拿了一个 CeraVe 的一个身体乳面霜，就是我之前推荐过，我之前冬天的时候推荐的是那个圆盒，这块好像没有卖的，一个圆的，然后那个膏体就比较厚重，但是因为现在天热了嘛，我就感觉我脸明显出油出的好多，所以我就打算买一个 lotion， 这个会比那款更轻薄一点。所以而且我现在觉得我皮肤挺好的，可能是因为我护肤简单了，我就洗个脸抹个面霜就完事了，然后我就感觉哎呦我皮肤好像变好了。是我要买的东西，我就选好了。